今天我们到了乔治市好多地方啊，早上有去了印度庙啦，又去了这个龙山堂秋公司，然后下午又到了清真寺，然后我们又去了这个康华利堡。我们今天接触了有印度人、有华人、有马来人等等。不过你可以看出来，虽然我们不同的民族，不过我们都是尽量是去了解对方。我们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，我们要有更多的包容，要去了解别人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达到了这一点。因为一开始我觉得那边是那种很就是很保守啊，很死板，我怕强制我们就是穿长袖啊长裤，然后要包头进去，可是哥是没有啊，他是 open mind 的，然后就打破我的刻板印象。就是我们只有四个 committee member， 说我们在筹备过程会比较繁忙，会比较累，但我们还是很非常努力的去做好每一样东西。算是有了，就是在效果方面，就是 Mr. Clement 给的那些全部资讯都是很好的。好 Heritage。